家好，我是马口，分享一段我的日常休闲活动。平时除了吃吃喝喝，空闲时就会梳理羽毛。我梳理羽毛非常讲究，必须一根一根羽毛梳理。看我梳理羽毛多优雅仔细，梳理羽毛的同时羽粉会脱落。所以妈妈要时常扫地，不然地上会留下一片水地。谢谢收看，拜拜。